比赛有输有赢。人生有他，一定会赢。Life changes. Jesus' love, however, does not.恩语同路人。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 Julian 黎秀英，再一次又欢迎你来到我们恩语同路人。这次带给你的嘉宾是一位首席钢琴演奏家，他的名字叫做 Sandra White， 出生和成长于台湾。他凭藉着对音乐的热情和对灵感来源的探索，他定下了自己走音乐路的目标呢，是要通过音乐去感动人心。 Sandra 多年来除了致力于他的古典音乐演奏之外呢，更加有定期的名为灵感的源头的特别音乐分享会。这次就是藉着 Sandra 来多伦多的分享会，有机会同他做了以下的访谈，讲下音乐，更加的讲下他的人生故事。Sandra 非常谦虚和亲和，同他倾谈有如沐春风的愉快感觉。好，以下就送给你 Sandra 的故事。首先请他讲下灵感的源头这个题目怎样来的。这个灵感的源头一开始是因为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我们没有孩子，然后我们尝试了很多年都没有孩子，然后呢有一天早上就好像神就在对我说话，就给我两句话，一个就是 God is good， 神是好的，第二句话就是 God's will is perfect， 神的旨意是完美的。所以当我一听到这两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时就是好像我完全知道这是对着我没有孩子的这件事情在对我说话。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想，好，那神有很特别的旨意，但是我不晓得是什么。那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先生说，你不是一直很想用音乐来服侍神，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些研究，看看这些作曲家他们跟神的关系，然后你用音乐见证的方式来跟人分享。Sandra， 你刚刚提到这件事呢是几耐到之前的我们结婚已经13年了，所以13年前我们就开始一直在尝试要有孩子嘛，所以我们尝试了我想有3到5年了，但是灵感的源头现在已经10年了所以10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些研究，然后很奇妙的就是神也是神奇妙的恩典带领我们就找到许多信件，还有他们就是曾经说过的话，然后怎么样跟他们的生命故事结合在一起，看见他们在苦难中依靠神。比如说莫扎特你看他25岁到了维也纳，他的收入非常的不平衡然后他又没有什么财务理财的概念，所以他都是到当铺去领钱。那他6年之内他有6个孩子，4个很早就死了，然后他在12年间搬了9次的家，所以他的生活其实是非常的不安定。但是他就说，我们要信靠神，如果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我们就满心的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哇 ，Sandra， 你刚才提到其中一位的音乐家莫扎特，他一生都很坎坷，但都看到神有很大的恩典。咁你同先生结咗婚多年都冇细路哥，是一个遗憾嚟噶。但系你哋两位10年前就开始特别做呢啲对音乐家的研究。这个例子就是我心相信就是鼓励了你，安慰了你。正如你复述莫扎达所说的，
我们要依靠神，如果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话，我们就满心的相信神有他的美意。你和你先生十年前开始的这个灵感的泉源的研究真的很有意思。那灵感的泉源的音乐会开了多少场了？现在有250多场，在12个国家。其实这当时呢，一开始，我们是根本走不出去，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好像亚伯拉罕带出去的时候，真的不晓得往哪里走。但是神真的是信实的神，他那时候也是让我们要谦卑，我们要等候，要祷告寻求，不是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当时呢很特别的，就是反而是我先生他有很多牧师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他就很有自信，他说啊 let me go work it out。 但是神就一直让我们看见我们一直碰钉子，所以他后来他也是投降了，他就说 OK God I can't do it 我做了不对。所以当我们真的就是开始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呢，很奇妙的，神就把一个一个真的很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就带到我们生命中，就说就很有意向，他们就可以看见说这个福音的果效，是很有果效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在他们的教会跟他们的牧师朋友们开始联系，我们就这样一场一场的，所以到现在每一场我们都好感恩哦，这是神迹给我们。哇，李先生威文都好热情哦，等我来等我来。不过呢，有时上帝呢就要我们去等待，因为上帝是亲自呢是为你们安排的。咁 Sandra， 威文佢喺呢个灵感泉源里边咧，即系啲音乐会嘅安排，佢个角色系乜嘢？其实 Raymond 我先生，他从在 Stanford 念书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个华人的福音班里面查经班。那他是一个 ABC， 他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他是在洛杉矶土生土长的。但是就是很特别，他就对中文就一直很有兴趣。那小时候是因为他外公看武侠片，所以他就跟着外公看武侠片，就对中文就开始很有兴趣。他懂中文，所以懂。他懂，但是呢他后来在这个查经班里面就带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查经，那他用的是拼音圣经。结果有一次呢，该他在念的时候，旁边的人就看他说啊，你原来你是那个用拼音的，你这个是作弊。结果他就是很，他心里就好像觉得说不太对哦，他就两个 summer 去了北京读了中文，然后在那边一边读也一边传福音。所以这个也很特别，所以他就从那时候他一直就有福音的这个负担。所以当我们一起，他就说他大学的时候他听到了李斯特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他就很记得很清楚，他说那你去做这些研究。所以他也是我的 research department， 他开始做研究呢，就收集这些资料，然后把它做成 PowerPoint。Wow. 所以 在演出当中呢，我们也有 PowerPoint 来分享。哦、oh, ，Raymond 是理工男哦，跟你是不一样，你是艺术家。那 Raymond 专登用了2个暑假去北京学国语，哇，他真的对传福音很认真、哦。神就用 Raymond 的优秀部分，即是他的学习能力这么强，他很强，不然只能念那个理工博士。对，因为他也是天才儿童，他16岁就上了加州理工大学。他真的，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神给他这么大的这些恩赐哦，可是他有一个谦卑的心。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听爱情故事的。Sandra， 不如跟我们说一下，究竟上帝怎么将你和威文摆在一起的？我的好朋友跟他的好朋友结婚，然后呢，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其实就在他们的婚礼，然后他是男宾向，我是伴娘。所以我们第一天见面呢，就一起走向红毯，因为那是 wedding rehearsal。那后来因为其实我当时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住在台湾，所以后来我接受了在南伊利诺的一个工作，我就到美国来了。那我的妈妈住在洛杉矶，然后她的父母亲也住在洛杉矶，所以当时呢我们的好朋友就一直想要撮合我们，有人
在拉线就跟 Raymond 说Sandra 很想学吉他那 Raymond 会弹吉他所以他就带我去买吉他就在吉他店里面呢因为他们挂了很多的这个吉他嘛那我都每一个都想试一试、嗯、结果他们音都不准所以我就每一个都帮他调了、嗯、那 Raymond 就非常的 impressed 他就这样说、嗯哇你没有那个调音器你就可以调音因为我有标准音高所以我就这么一个一个调完的时候他就这样看着他说嗯那可能就是女性但是那天晚上呢因为我妈妈就很开心她来嘛就煮了一桌的菜吃到一半呢就突然来了一只苍蝇苍蝇对结果我妈就赶快就拿那个电蚊拍就是你按下去像有点像网球拍那种跟你按下去它有电她就赶快跟 Raymond 说哎、欸，你看这个你可以这样用它就刺它就会死掉就 Raymond 呢拿了这个电蚊拍就看一看就这个苍蝇刚好就在这个墙壁上就停下来了 Raymond 呢看一下就拿了一盘的菜移开了以后呢就把往那个苍蝇身上一刺这苍蝇就掉到他刚刚把这个盘子移开的这个地方就这么准所以我妈妈一看见了她就说哇这个好啊你看她这么冷静她不冲动而且她那么准确哦我妈妈简直是第一眼就看上她了他就把我们的照片放在他的桌面就是电脑桌面每天呢他一开电脑他就开始为我们祷告妈妈是基督徒妈妈是他是一个祷告的妇人Sandra 我们都想听一下你爸爸妈妈的恋爱故事了知你爸爸就是美国的海军而妈妈就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Sandra 跟我们讲一下爸爸呢他后来他就是他有朋友做五金出口他就到了台湾让我妈妈是他的房东所以我爸爸跟我妈结婚了就省了这些房租的钱了那 很有趣的是我爸妈在我身上呢都有一个坚持我妈妈呢坚持我一定要学钢琴我爸爸坚持我一定要上那个台湾当地的学校不要去上那个美国学校哎呀当时给我很大的痛苦因为那个美国学校好好玩所以但是去上中文学校就很严谨每天又时间很长功课又很多然后我中文我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所以当时真的是很痛苦但是爸爸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坚持他说你一定要把中文学好你到了大学你再去美国念书就这样我现在可以用华语用中文跟钢琴一起在传福音 wow, 你的布道会分享也是用华语就是对就是如果在华人的教会吧就是用国语好咁 Sandra 都同我哋讲下爸爸妈妈对你教导方式有咩唔同啊或者对你有啲咩影响啊我想从小我们开始学钢琴我开始学钢琴以后我妈妈是拿棍子的她就是很坚定的每一天你就是要做30分钟的这个然后呢我爸爸是坐在后面是拍手的、所以就可以在这两个一个就是一个很有纪律的然后另外是很多的鼓励、那爸爸对我永远都是每一天就是说 I love you, I always love you、然后不管怎么样、You're beautiful、所以爸爸对我的这个爱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那现在大了以后呢才可以更多的看到哇其实他有很多的牺牲他在台湾从来没有拥有过一部车都是坐公车那时候大热天没有冷气他有一个洋人那么大一只他都是满身汗的但是他就是这样省下来让我去读好的音乐学校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他就跟我说来我有话要跟你说然后我就心里很紧张因为我想他可能要跟我讲男生女生的事情结果没想到他竟然跟我说 Sandra我们在音乐上一直在栽培你因为我们相信你有这方面的音乐才华但是我要让你知道如果这个不是你所爱的不是你所要走的 It's okay 你就可以不用继续走、But I want you to know 你有这个自由去选择、哎呀我当时我听了我好感动因为我知道父母亲已经花下了很多的这个栽培在这上面对Sandra 爸爸当年跟你说那番说话呢
咁会唔会系好似好多青少年咁啊？特别学一啲要好艰辛练习嘅呢啲音乐方面嘅学习啊，专业咧有一段嘅时间开始会唔会有啲嘅迷失？唔好肯定自己系咪真系想咁辛苦学落去咧？即系会有啲嘅犹豫咧吓？你当时嘅情况系点噶？在那时候呢，其实我从来没有没有怀疑过要走音乐这条路。从小音乐就是好像我的好朋友，我只要弹琴我就好快乐，那当然练琴是另外一回事那我又不喜欢吃苦就妈妈在旁边这样子逗着我后来我读的是音乐学校就有这个环境，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享受在其中，当时我就是在我知道说我一定要走音乐，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个迷失呢，我觉得是在意义上在寻找我为什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义，为什么我要走音乐，因为你看那个 学医的，他可以帮助人，他可以 帮人解决他身体上的痛苦，然后工程他可以建设这个环境，但是学音乐好像很自私，我就很自己娱乐自己所以这是我到欧洲去一个夏令营，他们演这个弦乐四重奏呢，演出了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就在那个音乐当中，我就好像听到一个经历沧桑的长者在跟你心灵的这个对流，所以听完了以后我好感动，我在那边流泪，那就好像一个 老者他经历很多，然后他在跟你说你不要害怕，你继续向前走，就是那种一种正面的力量一直在鼓励你说 Life is tough but don't worry， 你继续的往前去，所以在那一刹那我找到意义，就是在那时候我知道说原来音乐可以跟人的心灵沟通，所以那时候呢我才知道说音乐原来它也有它的 contribution， 它的贡献的地方，只是我看不见，那后来是真正在信主之后才真的找到这个真正的意义。又再翻开你的话语，这段甜蜜时空里只得你与我相处，愿你用爱改写我心，宁静里我敞开心灵，邀请你进入我心，思想你每句的真相，感激你同在接近我，不再让你等，不再令你伤心，你是我的爱人，全心渴求，求主停留，留居于我身心，我不再让你等，不再令你伤心，你是我的爱人，全心渴求，求主停留，留居于我身心。哇、wow, ，Sandra， 你话信主之后咧，先至真正咧领略到音乐嘅真正意义。咁不如同我哋讲下信仰方面啦。咁知你妈咪咧就系基督徒，爸爸就系天主教徒，都对你信仰有好多嘅影响嘅。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妈妈点样影响你啊？我妈妈是一个祷告的妇人，她无时无刻都在祷告，她很会做菜，她就算在煮饭的时候，她都在祷告主啊，让这餐好吃，祝福，对，让吃的人心里喜乐。她很会做蛋糕，每一次做蛋糕，那个蛋糕一放进那个烤箱里，她就开始祷告，然后让，因为她每一个礼拜一定要带蛋糕去教会，她就是，那是她的服事，那是她的奉献，所以教会都叫她蛋糕小姐。那我六岁的时候，我的爸爸他有这个急性的腹膜炎，他的肠子爆了，就被送到急诊，那医生说这个太危险，要赶快开刀，而且我们没有办法保证。那
一推进去以后呢，我妈妈那时候怀了我妹妹，就快生了，就她就带我回家，在那个屋顶上，大太阳，台湾很热，嗯，这个屋顶上是粗糙的水泥地，她就跪在那里，抱着她的大肚子，跪在那里跟主大声的呼求，就是跟主，好像这个天地间没有别人了，就是神了。那神是我唯一的依靠，我唯一的帮助。我从小我就在妈妈身上看到这一点、嗯、虽然她从来不会跟我们说教什么的，她也不会跟我们有就说你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嗯、可是我在她生命中我体验到，就爸爸又活了20年。嗯，你当时就只得6岁、啊、妈妈就每日用她的言语行动将基督信仰摆进你的心里面，不一定是说教式的话耶稣爱你、啊、圣经是怎样怎样教导。哇、wow, 后来是、嗯我的钢琴老师、嗯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一个非常尽责的钢琴老师，然后他、教导我很多，我很尊敬他。所以有一次我听说在他任教的一个大学里面，他们来了一个新的主任，就这新的主任呢竟然就把他很多的大班课全部取消给这个新的主任的好朋友去教。所以当我听见的时候我觉得很气愤，我想这么好的老师你怎么可以取消他的课，你去取消别人的课、嗯、对对。所以上课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我听说你受欺负了，那他就很真实的跟我说，我起先是很受这件事情烦心，但是我现在可以用耶稣的爱去爱我的主任，而且我继续把我最好的贡献给这个音乐系。当我听见的时候我好想跟老师说你怎么这么傻，人家欺负你你还要爱他。对，结果他竟然他就说 Sandra 你也可以，因为我在他的生命中看到一个好美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就好像 一盏灯塔，不受旁边波浪的这个 冲击，它还是绽放着它那盏灯。对，所以他就跟我说，因为天父很爱你，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就是为了要让你跟他能够回到他的身边 ，have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跟神能够连接、嗯嗯、有一个 fellowship with God。 当时我觉得很压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竟然神会愿意要我与他有这个、嗯、与他相交这样的、嗯、这样的心、嗯、所以我就说我要这个所以就在那个琴房里面他就带我做觉知祷告。哇哇真的就这样开始的。你当年年纪轻轻又好善良，想着为老师抱打不平，你是要来太公平公义嘛？呀、yeah, ，就是为了更伟大的爱，个人的公义公平都去放低。老师当年的态度真是感动了你哈。像在圣经里说，没有更大的恩赐了。当时是中学，对我高中。年纪轻轻当时已经是很出名的，我相信在学校里面我听说、啊、你得到很多的奖状奖牌什么的。我还记得第一次拿到奖状我还有一点突兀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拿回家给我妈妈看，我妈妈竟然那么开心，我就想好妈妈那我每一年我都要拿这个纸给你每年都拿其实都知道呢 Sandra 你之后都得过不少的奖项，包括了一些国际公认的奖项，有些还是第一位置添的。咁你以前呢无论是专业演奏之后又或者是领奖的时候呢，别人对你的赞赏或者是这些的掌声，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其实 我想、拿到奖的那一刹那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觉得 你所、付出的这一切的努力、被 recognize 被人家认同、所以 有一种、就是好像丰收的像一个农夫他有一个丰收、的这种快乐。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快乐不会持久，他过了几天可能还是很开心过了一个月就不见了然后你又来了又要开始努力的去工作苦苦的练习了所以这个是
循环不断，它不是一个持久的东西。那老师呢， 我在大学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也是基督徒，他就跟我说， Sandra， 你在去比赛的时候，你一上台那一刹那，你已经领受到你的奖了。我当时没有懂他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奖就是你在要上台之前一切的努力所栽种下去的这一切的 practice， 你这一切的突破，在你上台之前你已经领到了，这个是你最大的 reward、嗯、就是你这些苦心所得来的，在你身上不会被拿走的、嗯、至于你得不得奖，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人家怎么看，每一个人的 taste 都不一样。对，所以当你领奖，你得了第一名，我也要记得，我也要告诉你，你就算你得第一名了， You're still Sandra， 你不是 anybody else， 你拿奖的那一天之前跟之后，你都是同一个人。 Sandra，音乐这条路呢其实真的不容易走，因为很多人即可能拿它跟其他的艺术比较啦，例如说画画，给小孩子去画画都可以选择，即不用很多的练习，因为说什么自由派，他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只要他发挥一下啦，自由派音乐自由派，但是音乐没有自由派这回事、嗯、你起码要 master 一个乐器，钢琴要花好的时间。Sandra， 你刚才也提到呢，就是说练习呢都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来的，因为要刻苦，那不要就是说练习的方面了，在音乐上来讲呢，就是例如说在一个曲目都会有高低啊，快慢啊，有时有些音调很低沉啊，甚至有停顿添，如果用这一样来去想，那Sandra 在人生路上面有没有即都经过这些的，例如说有些时候真的好像樽颈时候，甚至是一些低谷的时候，有啊，当然有，可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是怎样。我想其实借着音乐我学到很多跟人生的体验，跟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和神的话的体会。因为学一首曲子我们老师们总是会说，你要进到这个作曲者他的心里，他怎么写，他当时他遇见了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写，他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当我们在看圣经，如果用这样的心去，约翰为什么写这段话，他为什么这样写，他为什么写，他不写他是约翰，他写我是就是那神所爱的门徒，他为什么用这样的话来表达，那他最后他怎么说耶稣所行的若一一写出来，连世界都容不下，就是他的那个心，他因为他在他这耶稣的这一段生命中，他体验到的实在太多，他真的写不完。所以讲到瓶颈，其实我觉得学音乐的人一定会受到瓶颈，上不去，然后在一个好像就悬挂在那里。我觉得在毕业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恐慌的，因为我觉得突然之间我一辈子都有老师，一直到20、22岁、24岁都有老师，我怎么现在突然要我一个人。那一段时间是在摸索，好像在黑暗中寻找、嗯、可是当你真的经历过黑暗中的时候，你就会很饥渴、嗯、你就会很想要得到光、嗯、当你得到一点光的时候，你就会去思考、嗯、我怎么样能够在自己在学习当中我也可以能够这样的体会、嗯、所以那时候的饥渴在学的时候又不一样、嗯、那所以大学这个硕士毕业之后是一个瓶颈，然后在生命中遇见了难处，在情感上的破碎，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冲击，对，好像弹了每个音都想哭，然后就突然觉得说哇，作曲家他们原来这个在这一段音乐中是这么的悲伤，以前都不感觉不到的，这真的感谢神，真的生命中的每一个每一个经历，如果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的话，真的真的很感恩，真的很丰富、嗯、
如果我们没有去经历过那些高山低谷，我们真的不晓得神有多丰富，而且主耶稣他都经历过了，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是一个神，他可以不用来到这个世上，可是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来经历了我们人所经历的一切，所以他明白。然后当我们在那个幽谷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知道我的心，因为他经历过，他与我同在，然后他知道我的痛苦，他能够体会。明了我梦，每当我困倦难过，无求什么，只想有你在旁。长年受挫，尝得到几次失望，还好你在，一一跟我渡过。You raise me up， 重新点起我生命，从此一起，终生都跟你飞。唯独你，始终不把我厌弃，遥遥长路。Sandra， 你是公众人物啦，咁好多喺台上演出嘅机会或者系分享嘅机会，咁我听人讲咧，就算系好有经验嘅演讲家咧，其实佢哋嘅心里边系好紧张啊，喺台上嘅时候，你有冇呢啲嘅经验噶？当然，每一场音乐会我都跟主说啊，这是最后一场了，拜托了。我觉得最难受最难受的就是好像那个产妇要生孩子之前那个阵痛就是好像在后台在等要上去了那段是真的很困难，可是那也是一个磨练，就渐渐的每一次在我记得常常我们在后台呢，那个牧师们就会来祷告嘛。那有时候借着牧师的口，就渐渐的在让我知道神在对我说什么话。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心里压力很大，因为福音聚会我知道不是靠着人的能力，是靠着圣灵，所以那种心里更多的要依靠神，说主你今天一定要显现今天的主角是你 OK， 然后就那个牧师就在祷告说We know 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做成的，所以又就让我得到释放，知道这不是我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我只要很忠实的我出现，把我所预备的分享了，其他的就交给神了。Sandra， 咁你每一场嘅呢啲音乐分享会咧，有用国语咧，亦都有用英文。咁嚟听嘅多数系华人啦。咁有冇其他嘅族裔咁？其他都有。哦，其他的地区的有。在英文教会就是百人多。百人多。对。好。那我觉得很特别，是如果当我们回到那个教会第二次。有时候会有人跑来跟你说我就是去年在你的音乐会举手的，然后现在我受洗了，哎呀，那种说不出的喜乐。Sandra， 我相信一些的成果呢，例如说这些音乐报道会，那你见到你参加聚会的人的反应啊，个回应啊，是令你特别感动的，即是会想到说你摆出了的时间心思人力物力来到安排这些聚会，让到神的爱神的工作能够传开去，这些的成果呢，即成为你很大的鼓励，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的例子？你知道其实我跟我先生我们都是有自己的工作，那我也有学生，我也有演出，然后我先生其实他昨天才刚从前天才刚从韩国回来，然后马上昨天就跟我一起飞到多伦多，我们这几天在这里的服侍，礼拜一回去以后呢，他礼拜二又要去新加坡，哇！所以其实他是可以待在亚洲，不要这样回来到加州，又到多伦多，又再回加州，又再回去，
那我们这么疯狂的在这样子做呢、哦、其实就是因为神的爱，真的 我觉得这如果不是神的爱，我们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先受到神的爱感动，我尤其是在低谷的时候，我怎么样真的主耶稣与我同在，那种真实、那种鼓励、神的话怎么样把我从黑暗中救拔出来、带领我，让我有信心，让我有光，让我能够继续的再向前走，这种突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就跟主说、真的这世上如果没有音乐没有关系，但是不能没有耶稣、那所以我就跟主说，我希望用这个音乐能够成为一个管道，可以跟人分享到神爱我们、神有多爱我们、那我可以记得比如说今年夏天我们到了德国在杜塞多夫，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刚刚从上海飞来要受训，就他才下飞机被亲人接了去吃饭，马上就到教会，都还没回家休息，就来听了灵感的源头，他竟然就举手要接受耶稣。他第一次进教会，他就说他一生都在寻找、他说他是一个像孔子一样，他讲说 五日三省吾身、对，那他是这样的人、但是 他说我可以每天看得很清楚我好的地方跟我不好的地方，我知道好的地方怎么办，可是我不知道我不好的地方要怎么办。可是他就说在那个音乐会里面，他听到他知道了，他知道要怎么办了，他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那时候的那种好像突然找那个豁然开朗、看见了原来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哇！然后也有这个观光客就在加州、然后路过了看到牌子进来了，竟然就举手隔天就回中国了、对，他就带着耶稣回去了。然后也有比如说隔州就从加州要到纽约去当医生的，他就给他很大的鼓励说，哇，我一直觉得当医生压力很大，但是神的爱让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他。所以就有点点滴滴这些故事，也有比如说在教会服侍很久，从小就是基督徒很爱主的，结果他那天听完了贝多芬的见证，他很感动，他说因为我得了癌症，我心里一直跟神过不去，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得这个癌症，就听了贝多芬，他那么大的一个伟大音乐家、他自己耳聋了、但是他仍然最后他说我没有朋友，我必须单独活着，但是神比任何人都亲近我，那就从贝多芬的故事 也激励了他。所以、这个真的讲不完。怎么会想到退缩，愁云渐昏昏暗，迎着迎单路千转，看雾回归天上，前进是因为有你，神你是今世良伴，麻将你也乐意看顾，一夜你必故是我，年幼了你也看顾，你眼中怎舍得我，翱翔在主慈航里，畅快是因耶稣，我那有了你也看顾，我也知主看顾。我想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在基督里面所造成的，就是这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说所以这个是独一无二的，我的生命跟你的生命跟他的生命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tailor made。 那我所要经历的，我生命中的一切经历，怎么样上帝把它串在一起，然后
可以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在拼图的时候，你 那块拼图拼对地方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说 This is what I'm supposed to do， 这就是神要我所去做的事情。那当我在做灵感的源头的时候，你知道第一场是很紧张的，那种压力，我一下要讲那么多话，我通常上台不讲话的，我一下唱那么多话，而且还要最后还要带人唱诗歌，然后还要圣灵的感动主啊，这个 好像 好复杂。然后在开车的时候，当时我们刚结婚没多久嘛，就是然后 Raymond 开车带我，他还在、一直要搞笑，一直要让我不要紧张。那我说 Raymond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讲笑话了，我快要我的肚子快要吐出来了，他就觉得没有办法去想象。但是在谈完以后，我在台上就是正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动，好像这个就是对的，就是心里的一种感动。This is what I'm supposed to do，这就是神要我做的事。对，然后有一种很踏实的平安，很真实的喜乐，就是 你走在对的路上。对，那个就是圣灵跟你同在，在指导你。对，然后也我也很感谢神，如果没有这个事工，我很可能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但因为要有这样每一场我都要抓住神主，你不能离弃我，这个没有你不行，我必须要紧紧的跟随。那这个就给我一无形中有一点点的压力，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压力，让我要一直跟着跟着跟着，然后我跌倒了，然后又有要服侍了主啊，我一定我需要你。所以等于借着这样子的事情，我经历了神奇妙的大能，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慈爱，真的在各方面可以看见。即系说不完嘅咁多云彩嘅故事。咁 Sandra， 你基本上你哋每一年会有几多场呢啲嘅音乐报道会嘅？啊，可能二三十场吧。二三十场。对，但这、就像我说的，这个都不是我可以去计划的，都是神一场一场的为我们铺陈。所以我也不晓得。Raymond 本身还是一个船只的工程师，对吗？飞来飞去的。对，你们住在三藩市加州。你住在加州，咁 Sandra， 你而家仲有冇喺大学度教音乐添噶？我没有在大学教。啊，没有，没有，我就比较自由。啊，比较自由。对，我之前在南伊利诺大学教，后来嫁给 Raymond 了以后呢，有了这个事工，那 Raymond 就说：“那你还会不会想要再回到大学去教？”我说：“我现在有更有意义的事工要做。那么，诗人有没有教一些年轻人？有。然后有在一些音乐营，音乐营呀。系啦，咁 Sandra， 音乐咧同你生命有咁密切嘅关系啊。咁除咗音乐之外咧，你平时又仲有啲咩特别嘅事情你会做噶？我很喜欢阅读，也喜欢在大自然里面爬山。我先生很喜欢骑脚踏车。骑什么？脚踏车。啊，脚踏车，脚踏车。所以，我想大自然这个是我很非常享受的事。那，我们没有孩子嘛，那我也在想以后有机会可以到孤儿院去服侍。愿从再响起，能同在这地，只因有你。神恩典太多，渺小的我应怎么说起？如没有可挂，而唯独你竟不惜眷我，渺小的我竟被提起。现在我已全部受你，曾无用但如今觉强，是你叫我传奇。月中赞星
Sandra 真的很羡慕你和你先生可以一起来到合作侍奉，虽然一个对古典音乐不是那么认识，但是 Raymond 就可以帮你做一些研究啊、撰写或者是修改一下那些即是分享的内容啊等等，给很多的意见啊这样。而你们两个本身各自都很忙的了，哇真的不简单啊。咁 Sandra， 我相信每一次设计聚会个内容都系好大挑战嘅，不如同我哋讲下。我们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面，比如说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你要又有弹奏，你又要跟人分享说怎么去欣赏，因为古典音乐不是每个人都懂。然后你还要再加古典音乐再加的这些故事，然后还要跟他们分享这些他们说的话这些 quotes， 所以有很多内容，可是你要很精简。哇，要越精简就要越花时间去筛选。对对对对，怎么样能够前后能够连贯，然后又有一个讯息出来。Hey Sandra， 那我都知道你在这些音乐分享报道会里面呢都有一个意识呢，就是去推广这些古典音乐，因为事实上来参加聚会的人呢都不是全部是识古典音乐的，很大部分都是认识很皮毛，甚至不懂得怎样去欣赏，你都会加插了一些的环节呢，你会去用很轻松的方式来到去分析啊，来到去解释，即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些乐曲那个的意思啊，表达些什么，即我觉得即非常之好咯。否则的话来参加的人如果不识的话就很难代入去乐曲里面，还有接收到即你所分享的讯息。对。至于栽培下一代呢， Sandra 你有没有教学生啊？有。现代呢很多父母呢都会很注重呢他的仔女的发展、即各方面。很多时候才艺都是其中让他们很注重的，学音乐就是其中的选择了。 Sandra 可不可以都给一些意见父母呢，特别那些父母希望子女学有所成的，讲一讲这方面呢。我觉得孩子们学乐器是一件好事，但是千万不要强迫。一开始我觉得在学乐器之前的这个工作更重要，就是你怎么样去引起他的兴趣，你带他去听音乐会。那如果你家里都不听音乐，然后你要孩子去学音乐有兴趣，这个很难。所以如果父母亲都不学也不听，然后就硬逼着孩子一定要学又要听，那这个就是他没有这个环境。学校里面如果又不鼓励，那像在美国的话学校是非常鼓励这个运动啊、他们很热心的去参加这个跑步啊、什么任何的运动啊都来，因为他有那个环境。那所以如果家里父母亲也听古典音乐，他们在开车的时候也听，然后会一起去 library 去看看这些作曲家的书啊、然后听听他们的怎么样，这些现在有很多孩子版本的都非常好。那我就会跟父母亲说先把孩子的兴趣就让他们多听。对对，在他开始之前他就对这个音乐有一点概念，然后再让他去学。那也可以好像 Sandra 你爸爸呢当年跟你聊天谈心，即是跟仔女谈下究竟他是为了顺从父母而学音乐、还是他自己真的很喜欢，或者有什么的困难、又或者是他对其他的东西更加的有兴趣，而且可能可以做得更加好的。总之就是父母和仔女多一点的沟通，多一点的鼓励，真的需要很多的鼓励。对，这条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太不容易。那么我想象你一定很会鼓励你的学生。对的，我绝对不吝啬的。我们有 ice cream point， 他如果做得好，他有五个 lesson very good， 我就带他去吃 ice cream one on one time。 好了 Sandra， 我们回去灵感的话题，从天上而来的灵感，灵感的泉源。Sandra 和我们分享多少少这一方面呢？这个灵感的源头其实是从布拉姆斯来的。布拉姆斯呢，他就有一个小提琴家姚阿信的
学生就一直追着说，为什么你的作品总是让我那么感动，你的灵感从哪里来？然后布拉姆斯在晚期的时候就跟他坐下来，就跟他谈，就一谈就是这一大本书。他就说，在我作曲之前，我先问三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从哪里来，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将来到哪里去。瞬间神的灵就像一道光照进我的心里，这就是我灵感的源头。然后他就说，我也知道在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他说那个与神连结，那就是更高的一个 power。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灵感的源头的这个、词是从这边来。那对我来说，其实像在做这个灵感源头我们真的需要很多的灵感，因为你可以每一个作曲家有不同，有很多不同的故事，那你要怎么串在一起？真的很需要一个灵感来知道说，它的主轴是什么，然后我的生命见证跟他们怎么样又能够串在一起，然后用什么样的曲子能够来表达这个心情啊，所以当时真的是经历很多的灵感。哇哦！尤其最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灵感的源头四了，就一二四个系列。那第一、第二都是古典作曲家他们的这个信仰跟他们的作品，就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作曲家的见证这些。所以后来就有人就说，你们都在很多在华人教会谈的话，为什么不谈一谈中国人的作品？那我就想，哎呀，这个华人的作品我要怎么跟福音牵上关系？结果这个也是很特别的灵感。就当时我在谈一个作品叫做《皮黄》，这个是作曲家张昭他用钢琴来表达京剧里面的一些效果。然后呢，这个他最喜欢的一段呢，就是岳飞那一段，他精忠报国，结果这个39岁被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你看他是一人受屈，那种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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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那个心情。结果呢，我就在谈的时候，就后来刚好跟一个朋友谈到了，我就说我需要灵感，这个怎么样跟福音扯上？他就说，这就是一人受屈。最大的一人受屈的代表就是主耶稣啊。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生命，可是他被最残酷的死刑背了所有世上每个人的罪，在那十架上流血受死。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说，哇，当我讲岳飞大家都可以明白，然后再把圣经以赛亚书53章，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孽，这段再放下来，这样就很容易让华人能够明白这个一人受屈的这个苦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后来我在做这个 program 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神啊，我需要一个爱情故事，因为我要讲这个神永远的爱。因为神说我用永远的爱爱你，这个你在别的地方你找不到的。结果好了，那我就在想，主啊，我能不能找到梁祝的谱？然后这个又20分钟很长，我这个 program 你一20分钟就谈下去，其他都不用讲了。所以我就想，哎呀，差不多差9分钟8分钟，然后钢琴谱，你知道吗？就在一个聚会里面，我谈完了，有一个老先生，他就拿了一本孙逸林教授改编的钢琴曲，就一本谱放在我的面前，他说，我想你这个用得到。就我一打开，里面竟然就有梁祝的改编曲，而且他是真的改编又浓缩。哇哦！所以这个真的有太多这种奇妙的灵感。经过 Sandra 这对灵感的体会，相信听众朋友都会有一种很震撼的感受。我们以前就只会想说，哦，灵感就是讲创作，那些作曲家他们作曲的时候，那些创作才是来自灵感。但其实 Sandra 你要思考怎么样又要忠于原著，即是作曲家他们的曲调是表达什么的感情，你都用你的技巧去演奏。但你还要加上从上帝而来给你的灵感，怎样将不同的故事，包括这些作曲家他们的经历，还有你自己的经历，联合在一起。
你都启发听众朋友欣赏乐曲之余呢，都藉住整个音乐和故事的分享，可以体会到上帝爱他们，上帝是唯一的拯救，就让音乐成为一个好好的传福音的工具。好啊，深盼望 Sandra 你和你夫婿 Raymond 继续的领取从上面而来的灵感，去创作更多的灵感的源头新的系列。谢谢你的祝福。随着我，全是你爱，愿叫我的生命动听。愿我这生命成为诗歌，化作音符来诉说你的爱，又像春雨里那夜莺歌声优美。全是你赐我盼望，是你爱紧随着我，全是你爱，愿叫我的生命。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和我们谈一下。我们的电话是416-788-3322。I often try to create beauty, but true beauties are only found in Him. Life changes, however, Jesus' love does not.